2021年新希望，盲盒抽到爆，不要看价钱。今年是2022喽。哦，今年2022了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百年好合，钱包永远花不完。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今天就是喜欢的就拿，先不要管价格。没有错，你不觉得随心所欲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吗？尤其是在我们的小猫扭蛋去，我们又来了。新北市永和乐华夜市。外面阿姨旁边哦，没错。那我们的小猫扭蛋去这里的盲盒真的是多到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价格，喜欢就拿。最后再算那个钱就好了。我先来第一发，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看到这个，我就觉得我很喜欢，但是我先想好我不要看价钱，于是我拿出来了，620一个。哇，可是它本来就不要看价钱，马上620一个，它就贴在上面，不小心瞄到。但是因为我们先秉持着不要看价钱，我已经决定买了，于是看到价钱还是买了620一个。可是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堡包，它好可爱哦，我那时候看到就好想要，我想要这个 Happy 来了，它这个盒子好好看，很像那个以前麦当劳快乐儿童餐的那个盒子。你有吃过快乐儿童餐吗？我还有送玩具，我想要一个 Happy 的汉堡包。你它的那个外包装真的很有质感，它不会剧透哎，就是非常的冰。很帅耶 ，Happy， 好啊 ，Happy， 给我 Happy，Happy， 你拿到的是 Empty 是什么？空的，但是好大哦，跟我想象都不一样，它超大的哎，它超大的，可以放什么上去？比如说小猫上面的公仔就可以放上去。哇哦，好大哦！哇，它看起来有点像麦克风。它其实很像以前麦当劳还是汉堡王会有类似这种椅子，嗯，对 ，Happy 再见了。那接下来第二个，不摆摸屁股。我们第二个来抽的是 Tom Jerry， 这个我也很想要，但是我们过了圣诞节。Jerry 的圣诞树好可爱哟、喔！我一整年最爱的第一个是圣诞节，第二个是我的生日。Jerry 都超可爱，然后 Tom 的那个圣诞树，你为什么不参与我多一点？按住！我第一个喜欢圣诞节，第二个喜欢我的生日。我喜欢这个 Jerry 的圣诞树，我觉得所有跟圣诞节有很浓厚的气氛的，我都超爱。我就摆一整年，我都会觉得那每一天都很开心。我想要圣诞树。你是麋鹿？你麋鹿了吗？不要猜出我的圣诞，这是隐藏款。隐藏版的。我还抢你！他超像隐藏。莫名其妙被抢哎！麋鹿了，你就很可爱，他被当那个驯鹿，但是他不想要当驯鹿，他就傲嘟嘟。那你要抽到那手推车呢？要加两个隐藏。Easy， 好，我要圣诞树，我要 Jerry 的圣诞树。哇，你看我有亮亮的哦！警告杯，警告的威，给我树，1、2、3树，1、2、3树，不会又被抽完了吧？那个树，给我那个树，我想要那棵树，我要去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接力树来了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是隐藏吗？还是这是隐藏吗？随便开都可以中，这是隐藏吗？他两个隐藏都超，他连开两个隐藏哎，太帅了吧！有这是正常会发生的吗？他连开两个隐藏出来哎，哇！那有我的圣诞树，我想要圣诞树啊！这个太帅了吧！附近最近的大乐透在哪里？2022年最帅的，你还可以顺便帮我买。最近的大乐透在哪里？好幸运。可是我想要圣诞树啊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想要圣诞，剩一盒，你要赌圣诞树。圣诞，第二帮我抽好了，我觉得你很幸运。这哦，等一下，我到现在很难以置信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这样我就抽不到隐藏版了。然后你拍你自己，很棒。我都跟比尔说这样拍我可能会比较瘦一点，可是他都不愿意，因为他长得不够高。是这个吗？是。是，我喜欢我公。我什么都有了，谢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哦。我们充满着喜悦，所以我们要乘胜追击。汤姆猫与杰利鼠的第二代也超好看，这个呢，日常生活二，我好喜欢它的玩偶伙伴哦。对，好可爱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，就是它与它弟弟，就跟我跟你一样感情很好。这个叫什么？塑料姐妹。塑料姐妹，对。你抽到了耶！玩偶伙伴
就看得出来每个人对别人的那种祝福，比如说他抽到这种他想要，我觉得哇你抽到了，恭喜，行路了，然后我抽到了，你迷路了吗？你是迷路，你迷路了吗？我还在那边想，为什么我没看过这一款？你迷路了吗？就走了。今天是不是愉快的一天？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决定这一支在过年发，这样子你们就会旺起来，战术站起来，好运旺起来，祝福别人好运，你也会得到好运。我刚有祝福你，我刚有祝福你。你迷路了吗？那你还要抽得到雪橇哎。下一个抽你喜欢的鸡，我真的很喜欢这只鸡。哎，你大概从一年前就说你喜欢这只鸡，我都记得。我每次说很可爱，但我都不会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年前就说我没听过，我说哎，这好可爱啊。第一次来熊猫这边，他就喜欢这只鸡，不同代。我喜欢毛豆，我觉得毛豆鸡超 Q 的。我喜欢章鱼烧，然后小丸子，小丸子跟毛豆都超可爱。你们知道我剪这个刘海的故事吗？就有一天我在刘海剪很长，然后就很漂亮。还有章鱼香肠也超可爱。他就说很有性格，可是不适合你，适合剪短一点。我一剪短，啊，适合你。不是，好像樱桃小丸子。是他剪公主切，然后他一直要我给意见，我说你想试试看你就剪，然后剪完之后他就很担心我说好看吗？我说很好看啊，你刘海要不要再短一点？然后他每次自己修刘海就修很好笑，然后自己冲出来跟我爆笑很久。我说他修短一点的维持比较久，因为我们两个比较抠，我们不会常常去。没有没有，那是你心里的话，我听到的是你要不要剪短一点，可能更适合你一点。哈，没错，好像樱桃小丸子。我喜欢章鱼香肠。出来了。你看我的祝福成真了，我的祝福好可爱哦！它旁边还有贴标签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过期品都会贴标签哦，而且它便宜，220元。是谁嘞？毛豆，毛豆，给你毛豆哦！当我们真心祝福彼此，当我们齐力断机，好可爱哟！共结同心，比尔你喜欢吗？好啦，给你抽这个，虽然不看价格，还是要说一下，500 ，OK。我想要初代钢弹，初钢，你要初钢哈？要不要我帮你打开看？因为我也扔不得。答案就是。灰钢，这是什么钢 ？Stainless 不锈钢，我就把它取名为比尔钢。比钢，好，这就是比钢。我要抽的是这个，我很喜欢幽灵熊，一样是圣诞节的啊。我喜欢旁边这个，哎，好，那这个我也喜欢。它有一个那个 Do Not Disturb 跟那个 Telephone 的，好可爱呀。那我们先抽哪一个？对了嘛。我喜欢。我都喜欢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幽灵熊超好看啊，幽灵熊真的超值得夯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都很用心，而且它的材质都用得很棒。好，幽灵熊，我想要那个扫灰尘的，它扫灰尘好看啊。它袋子有一个做一个锁头的形状，虽然一定会丢掉，但是很可爱。它这个主题啊，就是那个幽灵熊的 hotel 旅馆。电话来了，电话线啊！你在想要什么？哔哔哔哔哔哔，喂喂，我想要，这就是拔掉电话线，没人打给你。好可爱！我想要这个躺着的那个，不要打扰，跟电话的。躺着就是你呀。我想要那一个扫地的。好可爱哦！他是拿这个爱心的这个小包包，感觉是要去旅游。他的小配件很好看。叮叮，扫灰尘，扫。我抽到两个一样的，你怎么这么会抽？哇，你知道我特别幸运，这是官方的，这是官方出错，因为小猫这边都是一整盒，它不会。对，它不会混合。小猫这边三盒，它一盒摆在那抽。你是天选之子哦。小猫这里不混合非常难能可贵，但是我还是抽到两个一样的。你们看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也喜欢这个闹钟。那官方下次他可以换一个隐藏给我吗？当然不行咯。好了，但还是好看。你这个几率比那个隐藏版还要低耶。你很厉害哦。嘿咻！棒棒棒！恭喜你，扫灰尘，扫灰尘，而且你看他的头有一颗很像荷包蛋的星星，好可爱哦！我喜欢你嘞。你好幸运哦，给你扫地，叽。好，那我可以抽我的圣诞节了吗？
好，这个就是妹妹抽到的冰晶，有那种薄荷果冻的感觉，很好看哎。然后加上这个花圈，以及她眼睛亮亮的，超好看。一个透配一个饱和的颜色，非常厉害。我觉得我的有点可惜，因为我的没有那么圣诞节的感觉了。然后她就是躲在床里面，就跟我们一样。礼物咬一口很可爱啊，然后枕头还有她不想起床抓痕也很 Q。伤心，我要那个卡路里，我好想要，给我一个卡路里。我有很多卡路里。白天使，好好看哦！你看他拿到的冰晶，然后上面是雪屋，很可爱。而且他这里还有那个雪的踏步，这就是有人外出，然后走，然后雪崩了不见了。这个我喜欢，实体好好看。哇，融化的，好好看哦！天啊，不要难过，给你一个拥抱。小甜豆是出的包子真的很可爱，它是便利商店的二代，然后它里面包子刚好肚子都是包子，妹妹就喜欢这个包子，我包子真的很可爱，包子，橘子，哎，封面款，橘子汽水，就这个，拿好，好，如果我中包子，可以跟你换《汤姆猫与杰利鼠》的隐藏版，当然不行，哎呦，差太多了吧。包子汽水来了，这是 Sweeping 的咖啡。那你帮我摸好了，那个偷天换日把这个放进去就更好了。包子，包子馒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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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reo，胶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吧，我觉得就是它了。头，嗯，没有包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回家。妹妹真的是太幸运了，哈哈。我觉得啊，你那么幸运，所以大家只要按个我喜欢，就可以把她的幸运吸收走。这样子吗？超好看的哎，我超喜欢这个汤姆猫与杰利鼠，而且我回来开箱以后发现，汤姆猫与杰利鼠的盲盒越做越好看。啊、这次圣诞节随便摆在一起，我觉得都精致，非常的美观。隐藏版也超级可爱的，真的好厉害哦！而且因为我上次抽那个碧琪飞行的隐藏，就是虽然它是隐藏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感受到它是隐藏的那一种特别感。这个汤姆猫与杰利鼠的隐藏真的很特别，而且很华丽。这可能是我2022年最喜欢的一个隐藏，非常值得包一整盒，因为其他的散的也都好好看，没有一个让我觉得不喜欢。尤其是它这一次的金色，是直接用这种金属材质，你就会整个那个画龙点睛，对，满足我们的汤姆猫。两只小老鼠那个也好可爱，就很童趣感，是不同系列的，可是都很。可是它们很适合放一组哎，你看圣诞节，然后要摆星星上去，拿板凳要拿完。啊，第二个我喜欢的是这个幽灵熊，幽灵熊的这个管家系列我觉得很棒，而且你看它后面的头饰都做得好可爱，有蝴蝶结。你们看它这电话线旁边是有一个水蓝色插头，以及这个闹钟啊，上面是一个就是一个闹钟，下面又是一个闹钟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然后熊熊这个放在这里真的好可爱，我最喜欢的是圣诞节这个熊熊，实体好惊艳，这个绚烂感，透明的坏掉的可可。小雪人也可爱，就知道是它每一个角落都很好看，它的上色也都很用心。那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，说出现在我们这里超突兀的，是我的啦，超突兀的。小甜豆真的超烧，可惜我没有抽包子，因为我觉得一排一排包子真的特别的用心。那说到这个小的组装呢，这个超不好组的，刚才没跟别人组到生气，他那个。它是用磁铁把他们两个吸住，但它有一个值得夸奖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直接用磁铁吸住，吸住就好，然后不要用扣的，它那个扣的神难扣。它有这个扣环呐、啊，这扣环真的扣下去超难拔的，你要把整台拆掉再拔。它的框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汤姆猫与杰利鼠就是抽到爆，然后圣诞节的也非常值得。幽灵熊，对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哪一个系列幽灵熊是不 OK， 这次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的麋鹿，吓爆我，太厉害了。对，你哪有被吓到？我迷路哦，我本来想呛你，结果没想到你那么幸运。我这样突然想起来，你抽到的隐藏比我多好多、哦。有啦，他只有抽过魔力的，我只有魔力，蜡笔小新的五龙五狮。好，希望大家按个我喜欢，以后这些好运也分到你身上哦。希望喜欢这片，喜欢新加坡，喜欢大家也要记得点个赞，订阅这边的 Papi 小奈也记得打开真心没有超会。溜溜起床了，起床喽 ！Facebook 搜寻可爱姐姐，各个赞，一句可爱，我们下次见到，拜拜。Bye.
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是谁？那是谁？是谁？是我们元老失宠的乌力。乌力被迫退休。